话就是用这两个很短很小的皴法去表现，像这个画啊是模仿黄慎的那种大笔写意的画法，完全没有用芦苇皴和竹叶皴的笔法，而且呢绘画的这生硬的比例啊都不到位，从瓷质一看显得很薄很死，不符合民国时期的那种非常润非常厚有质感的那种釉面，应该属于当代的仿品。